夏天怎么靠穿搭藏肉呢？这是一期只要照着穿就能显高显瘦的穿搭思路。其实这两个方法非常简单，第一个方法就是28分割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全身上下20%是一个颜色，80%是一个颜色。第一个搭配其实是白 T 加吊带裙，然后对比另外一个搭配是白 T 加高腰半身裙，两个搭配一放一块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们的显高差距就会变得很明显。吊带裙它是从你的小跟到胸前全部都是腿的感觉，但是高腰裙哪怕它再显高，其实都没有吊带裙那么显高。吊带裙之外，我也很推荐大家多去买这种跟下半身同个材质或同个颜色的上半身，能把直接把下半身直接延长到你的上半身，这样看起来也会更显高。很多女生会觉得自己穿不了那种太长的裙子，你看我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反而放下来它的整个比例看起来会更显高。所以如果想显高，80%的颜色要么往上延伸，要么往下延伸，它们都会有起到视觉上显高的效果。第二个其实是善用颜色做对比，我们先看两张图，左边跟右边你会觉得哪一个更窄一点点，是不是看起来右边的会更窄，但是它们俩的尺寸跟大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它这个方法如果运用到我们日常的穿搭中，也会在视觉上起到非常显瘦的效果。你看，像打个比方，我身上的这个白 T， 我把它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它哪一面都是，就是你的身材是怎样子的，它就是怎样子的。但如果你想在这个基础上显瘦，我如果在外面再加一个深色的外套，内浅外深，是不是这样对比下来，你就会觉得你的人就显瘦了，你的人就窄了，所以它就显瘦了。